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。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虽然今天有点寒冷，但是心情还是特别的激动，因为今天有漠河的一位当地朋友要到我们的房车小院来，为了表达我们的来到这儿也算地主了啊，小院的地主之谊，今天我们就搞一个酸菜鱼，七哥搞一个红烧肉，还有一个重庆鸡公煲。开整，先炒一个料，这里边有我的老坛酸菜泡姜泡辣椒，然后加了一包酸菜、八角、花椒。现在油已经快差不多了，等一下把它爆香。酸菜鱼，大师，这一爆啊，香味就出来了。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这个鱼刚刚已经炸过了一次，油炸过。这个把香味炒出来以后，就加水熬，要熬个十来分钟，把这个泡姜泡辣椒这个香味给它熬出来。倒入忘情水，这锅，稳住。打入关节炎，关节炎是这么闪的。现在汤熬好了，直接把鱼下进去。这个菜特别简单，就是刚刚把香料一炒，炒完了以后鱼倒下去，给它一炖，起锅放点盐，放点鸡精就可以了。重头戏在后边，重庆鸡公煲。最后一步，烧了一锅油，把它支到上边。好香，撒上葱花就可以了。来，上菜。先油热了，下豆瓣。把豆瓣炒出红油，小火，火不能太大，火太大豆瓣就糊了。姜、花椒，哇，你看火好大。辣椒一把，然后下一包重庆火锅底料，一小包。这个时候鸡可以下锅炒了。我们上回在根河买的那个溜达鸡儿，上次吃了一半，炖了香菇，这一次就红烧。现在鸡已经把它水分炒干了，味道已经吸收进去了，然后我们加一罐啤酒。大火收汁儿，
更软一点。不知道你们通过镜头能不能看到，现在已经在飘着小小小小的雪花了。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雪，真下了吗？哟，下雪了！对啊，那我们叫好了，下雪了。看到，下雪了。下来了，这个有锅盖吗？有啊，七个蛋，七个蛋不能接啊。他那个不能接，那就这样烧着。还有个锅盖。这会儿汤汁儿收的差不多了。起锅之前一点鸡精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今天这个鸡肯定好吃，这雪越下越大了，这个里边都融入了雪水进来了。哇塞，你看看齐了，酸菜鱼，凉拌菜，七哥的红烧肉，鸡公煲，太美了。哦，我也来个溜达劲儿。上小姐，这会儿咱人多也不会冷。这颜色看着可以了。昨晚的一场雪都这么厚了，垫到引擎盖上，这还没化。今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冷，地上的雪在慢慢的化，气温就降了。